说说方寸剑的特点。三步之内变化万千，方寸之地反复训练，力从地起，剑由心生。反变化要随剑走，常人可行，日久积功。外现空玄，内寻道心，反复求真，循环得意。性情随便，现场地。防不接剑，不求于剑。一招方寸剑，原地反本无害。